跟住落嚟係我哋二酒家為大家呈現嘅出場儀式。是吗？好累。今晚呢对新人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呢一杯我哋交俾新郎哥嘅爸爸嚟嗌饮食嘅。好事成雙，新娘今年手揸花，我哋希望佢明年抱蘇蝦，然後再嚟到如意酒家請大家食鮮姜紅雞蛋，大家話好唔好啊？好！呢度好多人啊，今晚你就要嗌大聲啲，今晚新郎哥翻去就努力啲㗎啦。呢一杯我哋交俾新娘子嘅爸爸嚟嗌飲食嘅。正所謂無三不成禮，呢杯係主人家回敬各位，飲過呢杯喜酒之後，心想事成，身體健康。在場未成婚嘅男女就好似今晚呢對新人咁，有情人終成眷屬。同時今晚嘅主人家亦都好多謝大家抽出你哋寶貴嘅時間嚟參加今晚嘅宴會以及送嚟嘅賀禮。如果有咩招呼唔到嘅説話，請多多個包涵，多多個原諒。呢一杯我哋而家交俾今晚嘅主角新郎哥嚟嗌飲食嘅。新郎哥，你啲兄弟啊！將你嘅數啲百萬嚟行喎。OK。啊，嚟啊，介紹下。Guys, are you ready? 樓上啊，聽到嗎？樓下的不要輸給樓上。給他們看一下，我們誰才是頂一點的。來。呀。嚇到依張咁樣勁啊！嚟啊！好多謝大家，大家可以走咗，主人家亦都可以走咗。Facebook and iTunes.